大家好，我是新华网特约文物推荐人吴秋文。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家乡文物是椰子壳。我是谁？我从哪来？我要干啥？这件椰子壳是在泉州湾宋代海船上所发现的。在椰子壳的顶端刻有一个直径为 4.7 厘米的孔洞，距这个顶孔的 2.8 厘米处又刻有一个直径为 0.8 厘米的小孔，它到底是作为什么作用呢？经过专家学者的研究猜测，这种椰子壳应该是作为计算时间的水蚀剂。在文献里面就有明确说到，在东南亚一带就有使用这种盛碗型水蚀剂的记载，把这种水蚀剂放置在盛有半桶水的木桶之中，通过小孔把水如细丝一般注入到椰子壳里面。当椰子壳盛满水下沉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小时，有专门来管理的人来随时报告时间。在爪哇一带，椰子壳的发音跟容量升的发音是一致的，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椰子壳的容量就为一升。但是我们泉州古船发现的这个椰子壳，它的水容量大致是 1.5 升，只要下沉16次就可以计算出一天的24小时。作为水蚀剂，我可是很准的。根据学者的研究，如果下沉一次为1小时的话，它的误差少于1分钟，一天的误差其实不超过20几分钟。作为一个打开方式很特别的椰子壳，我彰显了古人的航海智慧，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科技文化的交流。